各位议员，听好了，我决定我要竞选下一任的高雄市市长。我相信我左手的人民的法锤是绝对不会放下的。听好了，那你有什么证件可以说一下吗？我想听听。那当然有啦，劳工最低薪资5000万，每个劳工都可以周休3日，怎来样？人送客。